啊，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朱放的暗器。是不是朱房的暗器啊？是不是啊？走。朱伯清，这齐三爷真有眼力啊，他能看出朱房的暗器。别冲，咱们走。坐会儿啊，别着急。玉盏弄成这样，这秋拍不就泡汤了？陈总，你还是去劝劝唐总吧。怎么着？你怕老唐会走你师傅那条路？这两件事情，我怕他受的打击太大了。你放心吧，老唐这辈子经的风浪多了，没事儿。不用担心啊！我说郑岩啊，你是不是得罪过齐三儿啊？嗨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郑老弟，都看了吧？商品。哎呀，东西是不错呀。哎，那当然了。哎，地下室我还有好多呢啊！你说这个宋瓷。我有几十件，汝窑的20多件，明清官窑100多件呢。啊，哎，你知道那个拍了2亿多的那个鬼谷下山大罐，我也同样有。只不过可惜，只有3个。哟，那样的东西可不大好找啊。可不是嘛，为了这3个罐子，我花了好几百万呢。哎，这么着。你呀、啊，先把这些东西啊给我估个价啊，看看值多少钱。哎呀，哎呀，您这儿的东西还真不少，我还真不太好估。怎么样，给我办个专场？你们按这可信誉好，我就认你们这价。话说3分就懂了，我这都说9分了，您怎么还不懂啊？你就跟我说实话吧。我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样？您所有这些东西啊，没有一件是对的。这20万算是我的定金，也算是老哥的一点诚意。他明显是个棒槌，我就不相信他能认出朱坊来。我怀疑是有人背后指使。不管他背后有没有人指使，这问题还是出在咱们自己身上。那东西不对，你走人就是了。你刺激他干嘛？你不知道这是咱们这行的大忌啊！是他一直追着要问我，我说什么他都不明白。哎，也怪我，当时就是太气了。哎，这老唐也太固执，未经人家货主同意把人东西给砸了，这下麻烦大。唐总也是给逼急了嘛。这是想干什么？我有我的苦衷，你得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我以前我是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几百万的东西你都敢砸。我是没那么大胆子，可是我相信你的眼力。相信我的眼力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那是朱房？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的。这个人40多岁，是个房地产商，从我那儿买了不少东西，也出了不少货。我能见。
你还挺会察言观色。我看了您的眼神，我就有八九分把握了，还有一二分，我就是赌。你这是赌命啊！差不多，我这两天都没睡了。那个齐三儿也是二五眼，他就不怕砸出事儿来啊？我跟他签了生死合同，砸出事我兜着。你给了他什么好处？我答应帮他出货。你疯了？他那个货也能出？当工艺品都没人要？我有我的办法。韩叔啊，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想当总经理，可是你没接茬啊。那总经理有什么可干的？现在你当这个艺术总监多好啊，逍遥自在，高兴了指指点点，不高兴二郎腿一翘。哎呦，我的好大哥哎，您境界高，淡泊名利，无欲无求，我做不到啊。我这个艺术总监算什么呀？有职无权，我什么都干不了啊。老唐走了，就轮到你了。哎，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了，他要推荐我。韩叔啊，我今天算是认清了你。黄兄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，我可从来没耍过你，咱们俩交往这么多年，我可是真心把你当朋友啊。你非要往火坑里跳，我也拽不住你。以后你要是有个闪失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不后悔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我再不抓住，我这辈子就没希望了。你光顾你自己，把我的计划全都给打乱了。这话从何说起？我怎么敢打乱您的计划呢？我要找到朱伯钦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本来我是想康熙将军馆成交之后，我要当着货主的面揭穿的是朱房，他就会说出背后的货主是谁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东西肯定不是他的。你这中间出来插一杠子，全都给搅和了。不是您干嘛非要揪出朱伯钦？您跟他有多大仇啊？朱房害人呐，害得童自清都投湖了。我们这一行是玩古玩的，不是玩命的。朱房不除，没准还会有下一个童自清。说的也是啊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还有缓，我帮你去找朱伯钦。你怎么着？把人家东西给砸了，就算是假的，也得按照合同赔偿吧。到时候我就能见着货主，我就旁敲侧击，说不定就能探出点口风来。做梦吧你！我说，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办了，漂亮吧？啊，那么大个罐子，我连眼都没眨，干嘛咔嚓就成碎片了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办完了，是不？可是我的事儿呢，你办了吗？啊，你答应给我开专场拍卖。这可是当初咱们交换的条件啊！耍混呢？啊？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耍混了？哼！我见过混的，我还没见过比我能混的。今儿啊，你就得给我一公道，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是给我个公道的话，咱们就找一个别的地方说说理去。嗯，你说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说什么了？啊，我说什么了？我连让我说话的机会你都不给我，这喝口茶的功夫，你瞧你这没完没了的。我说你是齐三爷还是齐三奶奶呀？唠唠叨叨的。我说过我答应你的事儿不给你办了吗？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你？好了，既然呢你没说过不办，那我就求求你抓点紧啊，小爷我着急呀。
不然啰嗦。先喝茶行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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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茶。吵死了！把音乐关了。想吃什么？爆肚。你回来，你坐，你坐这儿，你老是待着，上我贼车跑哪儿去啊？我说你挺现代的一个姑娘，怎么总喜欢吃这种老东西呢？这不都是你培养出来的吗？小时候三天两头带我去吃爆肚、卤煮啊，你都忘了？说到这个，也该轮我教育你一回。你说是，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可是咱不能忘本，不是？那爆肚卤煮是什么呀？那是咱革命的传家宝。老同志，我很严肃地提醒你一句，你要是再这么下去啊，你真的很危险。说什么也轮不到你来教育我。让我去吃也行，但是有个条件。好，可以满足你。你告诉我，你和那个郑岩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你怎么那么狗崽？什么是狗仔？狗仔就是娱记，专门打听别人的隐私。听不懂你说什么？怎么着？不能说啊？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好吧，我就暂时满足一下你低级的趣味，下不为例啊。多少钱？啊？八百。哦，五百。五百太少了，你再添点。最多五百五。啊？不不，六百。这要是个好的，老爹，有脑子的，我给你六百。好的，他才六。要是好的，可不止这价。你听听这姑娘说的，啊？没准儿真是个漏啊。哎，姑娘，你说这是个漏？哎，你懂规矩吗？懂啊。懂还那么多话呀、啊？我就是觉得东西好，夸两句。这东西不是在你手上了吗？我又没开什么价。哎，姑娘，你也喜欢这玩意儿啊？嗯，按规矩，东西还在这位老兄手上，我不应该说什么。没少说话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掺和。走。哎，别，哎，老鳖，做生意不能不讲信用啊。那这么着，哎，你要喜欢拿走，1500拿走。凭什么呀？就凭他是个漏嘛。哎，老鳖。你是不是不想混了你？差不多行了，捡个漏容易吗？好点。行，啊，我给你1500，算你狠。别，姑娘，是少了点啊。你要存心要，给多少？至少1800。兄弟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吧？多这300我不能不要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行，哎呀，老鳖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事儿不全怪你，啊，2000、2300、2500、2800、3000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势在必得吗？我出多少你都得多出300，对吧？你不是拍卖公司的吧？3000，归你的。新来的吧？啊，你哪知道？你够猛的你！哎，你呀、啊，得小心点，这家伙，别让他找你后账。啊，有那么大能耐吗？再说了，你不都把他得罪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宁愿得罪人，不能得罪钱吗？听来听去还是你的错，明知是你不讲规矩，还强词夺理。你别着急啊，刚才是上级，不是还有下级吗？这儿卫生条件还真不怎么样。啊，我说你真不记得了？这是你曾经你最爱的爆肚店，啊？小时候你带我上这儿来，我来一次哭一次。我怎么不记得？那时候你才这么高，扎两个小辫儿，撅个小嘴，一进门就哭。这算你有良心，还能想起来。哎呀，哎，你说爸，我那时候我多惨啊！不过小的时候你可比现在可爱多了。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？就你现在这样，
你想嫁谁敢娶呀？露出本来面目了吧？行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伙计，点菜。哎，来嘞！哎，两位需要些什么？来两盘爆肚，一盘肚仁，一盘散丹，一盘独领。好嘞，稍等啊。我说点这么多吃得了？散伙饭嘛，那当然得多吃点。怎么样？水平退步了很多，味道远不如从前了。不是人家退步了，是你的口味变了。怎么样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该讲一讲下一集了？好吧。对不起，这回是我先看到的。我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你什么意思呀？知道要报仇，不知道这机会来的怎么这么快啊？这卖多少钱？这不卖。为什么不卖啊？这是给人留的，真的，真的不卖。你这不是取货的人来了吗？你卖的多少，我多给你点儿。以后你有好东西，我还来你这儿买。哎，姑娘。你要真的想要的话，明天我给你去找去啊。嗯，让给我。不行。来，拿来。拿来。我。老别走了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你上回不是说了吗？你不是说宁可得罪人也不得罪钱吗？我是说这话来着，可是这为了钱得罪人只能得罪一次，他不能得罪两次，得罪两次他就不像话了，是吧？这回知道怎么回事了吧？嗯，知道是知道了，可是我没明白人家欠你什么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你这人领悟力太差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算了。师傅，您就放心去吧，我一定会找到朱伯琴，还您一个公道。爸爸为了一个瓶子就丢下我，丢下我一个人。睁眼，我已经失去了父亲。如果我再失去你，我就真的不活了。说什么呢？别瞎说，啊！郑言，你能不能别再干这行了？你别再继续搞古玩了，我怕你也……李言，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，你别怕。姑娘，让一下。怎么是你啊？意外吧？嗯，有事儿啊？我来上班的。上班？啊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同事了。哎，我听说你是司法部的主管，所以主动要求调到这组的，你要多多关照。那我是主管，我要是不同意呢？找唐总、陈总说去。嗯，哎，别人的东西不要乱动。咱们真是有缘无分，哼，做不成同事，我刚辞职。辞职？你不就是打眼收入见高仿吗？你用得着辞职吗？这事儿跟你说不着，
麻烦您让一下。你走也没关系，你东西得给我留下。这是你来上班的真实目的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奔着你的头来的。嘿，我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？有什么可别扭的呀？我说的是你手上的头像，又不是你的头。那你把话说清楚啊。 这事儿只能让你失望，爽快一点，开个价吧。100万？你抢劫呀？不要没关系，那么大声干嘛呀？我真心想要的。哎呦，你说那么好一唐三彩，身手异处的，你不觉得心疼吗？心疼？给我吧。那你把你身体给我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身体。好，把你那半让给我，你干吗？不干。还是啊。所以我的头呢，你也就别惦记了。哎呀，我拿不着那头像，我睡不着觉。饭还得吃，觉还得睡，啊，玩收藏最忌讳的就是心魔，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行了啊，轮不着你给我上课。 对不起，失陪了，我得去一个你不能跟我去的地方。哪儿我都能跟着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一点情理都不讲啊？哎呦，哎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，我也是。这是咱们中国古玩行的通病。可是你看，这希腊胜利女神。 脑袋都没了，维纳斯，俩胳膊没了，照样是稀世珍宝。就咱中国古玩行啊，非得讲究一个齐全啊、圆满啊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何必求全责备呢？对吧？讲大话不怕掉下巴，你不求全责备，你不是想要我那般？是啊。说实话了。 告诉你，我来公司就是为了追你，天天见到你，我见到你我就是要这个东西，早晚必须得给我，必须得给。你必须得给我，要不然我天天缠着你，我缠着你，我缠死你，我肯定做得到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总经理办公室，你威胁我呢？是的。 喂，海生啊，哟，你喂，你那信号不好，再拨一回。这夏海生，夏海生出现了。夏海生，什么人物啊？他即将是你的同事，希望你们合作的开心。哎，海生，你跟哪儿？20万。 你喝多了吧？大白天说梦话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们那位夏海生同志好像遇到麻烦了。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20万。对啊，就是钱包丢了，没钱买机票了。20万买机票？航天飞机啊？东西给我。 给我。今天你说什么都拿不到。翰林院学士，家境位列三公。
我是郑岩。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你是全来了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我哪是什么老板呢？您太抬举我了，您就叫我老钱吧。您就是郑？对，郑岩。哦，郑岩啊，幸会幸会。哎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啊，好好。让您受累了，这大老远的还让您一个人跑到这山沟沟里，啊。海生呢？啊。海生还好着呢，海生你不用担心啊。就是钱你带来了，都在这儿了。啊，好，好，你得把事儿跟我说明白，我不能不清不楚的吧？对对对对，咱是得把话说清楚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跟海生我们俩算半个朋友。是去年我们在河南淘货的时候认识的，没想到这次在这儿又碰见了。我这次是瞎忙活，没有淘着一件像样的东西。海生可是撞了大运了，他淘到一件大货，可是他没有钱，就管我借了点。哎，你不信？你不信？我这儿还有他的欠条呢。这白纸黑字，不会有错吧？哟，20万可不是一点儿。哎，郑先生，我这可不是讹你啊，这钱是海生他欠我的。海生逃的可是真的，我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好的东西。说句实话，看了真让人眼馋。哦，这么说，他是让人给坑了？可不是嘛。您是内行，您这一听就明白了，他是让人家掉包了。你说这多窝囊！这海生吃药，我很同情啊。我等等等等，他是让人下了套了。就是嘛，我让他赶紧报案，让公安抓那几个骗子，可他死活不干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到底为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钱老板，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。我是真不明白，哎，你说我同情他，他不同情我。当天晚上他就准备开溜，你说这做人太不地道了吧？他跑了，哎，他跑了，让我当冤大头啊！我是没辙了，我只有把他给扣了。我本来想呢，是他把钱给我打到账上，我就让他回去了。这没想到，让您亲自跑了一趟。反正事情就是这样。我可一个字儿都没有瞎说啊，真的没有瞎说。先撤位，钱老板啊，我呢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，是吧？啊，我怎么着也得向海生对证一下。行，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，我相信你。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你那不是磨着刀呢吗？哎，这想哪儿去了？多心了，多心了，多心了！哎呦，郑先生，您可真够朋友啊！这大老远的跑来一趟也不容易。待会儿吃完饭再走啊！滚！哎，你看你，滚！哎，等等，欠条。啊。啊，欠条啊！拿来你，冷清了啊！你看好了，我去，呀，你这这，不跟他一样，走，走走走走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也真是，这么明显的套，你就生往里钻。我还不是叫那东西迷了眼了？你是没亲眼看见？我跟你说。那绝对是个好东西，我告诉你。你现在还没醒呢，你。那是，谁叫你不跟我一块来的呀？哎，你跟我要是在一块的话，我能上他们那当啊？哦，你还赖上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反正我最近手头紧，过一阵再还你钱呗。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我还有东西在他们那儿呢。
把东西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用算了啊！都在这包里呢。上你们的套，我就认了。你们要再敢赖我东西，嘿！现在你们跟你们拼了！啊！你什么东西？还给我！都什么东西啊？我这次所有东西被他们给扣了，还不还？你还不还？东西呢？还几件破棉羊？来来，别稀罕了，给来给来，去去去！这都大路过，值几个钱呢？给你。都拿走，都拿走！什么呀？我看看，真是啊！还拿着这些累赘干什么？啊！你干嘛呀？不是，疯了吧你？人家老钱说的没错啊，这些大陆货背着都嫌沉。大陆货怎么了？啊，好歹是件东西，对不对？又没让你背，你还给我。这个我不能答，知道吧？我要把它砸了，那我就真疯了。啊？你这回还真没白跑，你赚大了。啊？不是什么意思啊你？嘿，哎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把这只碗当成光绪民窑的了，对吧？不是，这不是光绪民窑，还能是什么呀？什么光绪民窑啊？这是嘉靖官窑的，大哥，差300多年呢。嘉靖官窑，做梦了吧？老钱，有老马识途，啊，也有老马识蹄儿的。没想到你这么个老江湖，也有打眼的时候。看看我，看看。晚上走了。哎，站住！哎，站住！干嘛呀？不能走！这你们动不动走？干嘛呀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们就走不出这个门。别！我还有什么没跟你说清楚的呀？就是这碗。这碗是你的吗？啊？不是吧？那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。哎，不是，我别想了啊！哎，行了，别想了！海生，郑兄弟啊，别误会。咱有话好商量，跟你商量不着啊，老钱。哎，咱们都是在外面混的，不能坏了规矩啊。规矩我懂，规矩我懂。你们俩先别急着走，我还有话说呢。啊，先坐一会儿，先坐一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坐一会儿。来，坐。郑兄弟，这碗你再让我看一看。没这规矩。不给我面子，别逼我坏规矩啊！哟，你还耍三清子是怎么着啊？我就不给你面子了，怎么着啊？给我放出去！哎呀，行，你坐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嘛，海生，这东西是你的，我又给你赖不走，你就再让我瞄一眼。你不是都看了好几天了吗？我不是没看清楚吗？哎，你再让我看一看。行，再让你看一眼，免得憋出个好歹来。郑兄弟，你蒙我了吧？这要真是嘉靖官窑，不能没有款吧？嗯，老钱呐。啊，你要是老江湖，啊，见多识广，眼力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学问上还差点，这你不能不承认吧？是，我是没好好读书。那我就给你普及一点官窑的常识。嗯，你说，并不是所有的官窑都带底款儿。为什么？皇上赏赐的器物，就没款儿。哎，要不就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官窑瓷也没款。你的意思是说这是赏器？不光是赏器，还有特殊的含义。什么特殊含义？这是什么纹饰啊？英系图啊。英系图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我还说不好，这我又得跟你盘道了。这个英系图文始创于宣德年间，兴盛于成化，
明嘉靖登基的时候啊，求子心切，就下令御窑厂烧制了一批英系图文官窑瓷，含有“子孙满堂、富贵吉祥”的寓意。宫里面的东西都有款的，没得说。可是这只碗呢，是赏赐给大臣，所以没有款。哎，你看这器型啊，端庄大方，胎质细密。 谈之有金玉之声，啊，釉色丰腴肥润，纹饰笔意流畅不落俗套，这民窑能烧出这么上等的货色吗？哎，你再看这底足，啊，都像上了釉，啊，这宫里面的家具啊，都是紫檀啊、黄花梨什么的。 这要修胎不细，那不把桌面刮伤了？啊，这也是区别民窑官窑的一个小窍门，只有皇家御用之物才有如此细微之处啊。啊，不过什么呀？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的，距离明代御窑厂有几千里呢，怎么会有这种官窑器呢？<笑> 你也有不明白的，让我告诉你吧，这个地方叫林家庄，在明朝的时候出过一个大人物，这老爷子70岁告老还乡，荣归故里，这碗说不定是皇上的赏赐。哼，老钱，你编故事呢吧？这种故事可老了，蒙不了人的。 我蒙你干什么？不信你问他们俩，他们俩都姓林。对啊，我们先祖是林哥老，中过状元，还在大明朝啊做过宰相呢。那是。哦，这就对上了。行了，天儿不早了，我们得走了。哎，不能走，要走先把碗给我留下。老钱，你要硬吃是不是？ 你信不信我手起碗落就变成瓷片？哎哎，别别别别，郑兄弟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那我把它买下来行不行？哎呀，老钱啊，我们哥俩呀都是拍卖行的啊，不愁卖不出去，也不愁卖不出什么好价钱，还真不是我瞧不上你。 我怕你啊，出不了那个价。你说你要多少钱吧？低于200000免谈。你咋不去抢啊你？拿过来，就20万，多一个大子都没有。你怎么着啊你？还想捡漏啊？你，海生。 我还告诉你，我老钱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事到如今，我啥都不顾了。我今天要是能让你们拿着这东西出去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话我给你们撂这儿，你们掂量啊。三儿，把砍刀拿过来。哎哎哎，兄弟，有事好商量。别拦他，郑岩，别拦他，让他拿。借你们俩胆儿啊，脖子在这儿呢，来，来。 砍！来呀！来呀！别别别！来呀！不不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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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什么来？你唬我来呀？来什么呀？啊！这东西是身外之物，命是自个儿的。老钱，你不仗义啊！我是看你人实在，我才给你露了底儿。没想到你跟我来这手啊！他要不是长这副模样，我能上他那当？郑兄弟，这回对不住了，欠你个人情，下回补上。 你还想要下回呀？啊！走开！你要走，我拿大砍刀收你们！走走走，我们走，认栽了，认栽了，走！走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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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玩意儿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大不了跟他拼了就完了呗，不能便宜这帮杂碎，我告诉你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趁他害怕还犯迷糊，赶紧走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在这儿说吗？快走！
现在是知道了什么叫硬着头皮。嘿，我当时怎么还就真信了你了？哎呦，你跟那个老钱一样，有心魔才会信以为真。算了吧，什么心魔不心魔的，我跟你说，就连老钱那种老狐狸都能相信你，那就说明你的演技太逼真。还是多亏了林哥老帮忙。什么呀？嘿，还真出过这么个大人物。嘿，有你的啊，郑岩，我还没想到你这演。看清无影重重，化为谁？